就没出来转了，出来转转，出来转转，这就是市中心广场，平时人很多，现在下午5点，喝咖啡人不少，喝咖啡人不少，这边人不知道干什么的。对对市中心就是，嗯，在这住了好多年了，平时也没时间好好看看看，其实也就这样，看来看去也是这样的。这5点不到，这太阳就快落山了，因为这调了时间嘛，调了时间。哎呦，一个人。人今天不算太多，可能是天气不太好，但是出太阳就都出来了。哦，这个圣诞市场快开门了，它这圣诞市场就跟我们过大年赶大集一样，就每年就来摆这些东西。但这圣诞市场没啥特色，差不多就这样，每年都是差不多一样，还没开门，估计那个。这小房子，卖东西的小房子已经摆上了。这边绕过去是没啥好看的。从这绕回去，从那个老房子、老城区绕过去，就回去了，就没啥好看。也没说天天在这瞎溜达，没啥，觉得没啥有意思。刚才从那边是西面，现在是从东面走。前面那是一个剧院。是个剧院。歌剧也不看音乐，养狗的人不少，法国人你说这自己饭都吃不饱，还养狗，这到时候没钱养那个，就拉出去扔了。从一会儿从那小巷子里边，从那小巷子里边，你去看。步行街吧，步行街这快过大年了，快圣诞节了，没什么人。街道去年前年铲除了，全部挖了重新铺。这种老街中间里会凹下去，那是排水。学该多好，不上学也好，不上学你得工作，得挣钱呢。哦，这黑哥，这黑哥们，骑自行车，
特卖劲儿。现在基本上都没什么生意，我自己感觉哈，我自己感觉都没什么生意，卖鞋的、卖衣服的、卖眼镜的，卖各种化妆品的，感觉都没什么生意。那帮就是我来的点儿不对，都在这打折呢。特别是星期五，哦，前面的警车不知道什么情况要冲进来，我们让他一下。过去就老城区，前面有轻轨，前面是个教堂吧，是什么？过后就感觉这轻轨就直接开教堂里边去了，下次去了，不顺路，从这边又回家，就回家了，回家家了。这些房子也是以前的老房子，只不过是城市改造以后重新装修了一下。轻轨在背后，这条街以前还挺乱的，现在轻轨修通以后好多了。也算属于市中心地带了。车没过来我就往轻轨上去，哟，吓死人了。灯光响小孩一样什么东西，到这儿吧，今天下次见。